好嚟到呢度啦，咁我身邊咧咪就話阿費高啊，咁啊費高當然，咁啊費高喂之前都有嚟香港，咁面裝唔同樣啦，咁呢個當然係我哋香港嘅即係費高啦嚇。咁啊費高係咩人呢？就係即係唔知道大家以中唔中意睇開足球雜誌，咁啊當然依家就唔會噶啦，打可能係即係你細個時候啦，廿幾年前啦，十幾年前啦，仲會睇足球雜誌。咁啊費高咁啊就係即係熱血足球啊，係咪先？係 Soccer Wave 咯，如果有翻上一年之人咧，係一定會知道有呢本雜誌嘅。但係零零後啊，或者九零後尾嗰啲咧，就未必會記得㗎啦，基本上。